介绍一下我们刚才第二首歌。我们刚才那个第二首歌呢，它是一首台湾语的歌曲。然后这首的歌词呢，大概就是在写，因为我们喜欢在我们原住民的家里，通常都会有一个庭院，然后我们都会在外面就是找一些朋友啊，在外面聊天唱歌这样。然后有时候可能太晚了，时间超过了，就是长辈要睡觉了这样，然后他们就会出来骂人，就说你们太吵了这样，到底谁在唱歌这样。这首歌的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，了解吗？可以吗？好热啊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带来这首歌叫做《守候》。然后这首歌是在描写一种，就是男女生分开之后，然后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，就是等待对方的一种心情，就是还有很多话想要对他说，但是就是没有机会了这样子。这首歌叫做《守候》，然后希望你们喜欢。说出口。
独自守着寂寞，日子一样的过，心情不再沉重，我知道这是一个等候。谢谢。